是这样的，东泰合拍的一个时尚广告给我操刀，主角模特呢一直没找到我心仪。我刚才观察你的身影好久，你的气质非常适合。可是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张帅哥您还敢用我吗？怎么了？凭什么属于我的通告去成苏大浩呢？蓝总，你得明白，我不用高明是因为他不合适这个角色。帅哥，这会儿我可能做不了了。这个苏达浩还真是特别啊，看你的样子很担心苏达浩啊，看来你是真的爱上他了。蓝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角色给高明吗？刚刚雪糕群打动我是一回事，更重要的是这是达浩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达浩决定辞演了？是的，他不想让你为难。广和又被高明夺回去了，是别人的就别抢，否则有得必有失，而且最后失去的肯定比得到的更多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捷径，所有的手段到最后都会被揭穿的。苏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您筹资重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清洗个人负面舆论吗？这世界很酷。